大家好，又翻嚟我哋芒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有我嚟自澳洲嘅甄别师，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亦都有嚟自马来西亚嘅大马上咁又好。喺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哋三个频道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同埋订阅，齐抗疫拼经济反网暴。好啦，今次咧我哋就讲个笑话啦。<laughs> 一睇到條聞呢条新闻咧，我都好啊。 吓咗吓啊！咁大家知道咧，自从旧年二月二十四号俄罗斯就出兵乌克兰啦，咁欧盟咧就先后用咗九次制裁，除咗制裁佢嘅银行交易啊，仲有其他金融系统之外咧，亦都针对可能协助战争嘅物资仲有技术咧，系进行管制嘅。但系其中一项最新公开嘅制裁名单当中咧，就令到人笑大把啊，笑大人把口啊！ 有啲人就覺得大跌眼鏡喎、啊，究竟係咩咧？係馬桶嚇、啊，馬桶、啊、制裁馬桶嚇、啊啊，出口馬桶制裁嚇、啊啊，即係咁，原來係咁嘅嗱。咁佢哋咧就話點解制裁馬桶啊？嗱，不過咁講，佢制裁呢個馬桶咧，亦都睇到佢哋咧係誒唔係對準政權嘅，因為咧佢哋嘅理據就係俄羅斯咧而家係會。 五户人家当中，仍然有一户咧系冇马桶可以用嘅，即系，啊，系呢、这个系得五分之四，即系百分之八十嘅人系有马桶，其他就冇嘅。咦，大系 Sir 系咪诶马诶都关于啲都有歌仔可以听下？每个家都有马桶，每个人都要去用，用完了之后逍遥又轻松。 保证你快乐无穷，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只要一个按钮，他会冲去你所有烦忧。你有多少苦痛，你有多少失落，他会帮你全部都带走。每一个马桶都是朋友，可以真心相守，一辈子你都不能没有。 我的秘密太多，我的梦梦想太重，你会慢慢的懂，亲爱的马桶。呢个就刘华嘅首歌我最记得，未个马桶都是英雄。即系呢首歌都哦，咁我明白冯德莱恩点谂啦。佢话冇马桶睇下你点过日子，但系我相信诶，咁、欸、对于普京大帝嚟讲，咁佢就克里姆林宫咁梗系有啦，系嘛？我相信都系有嘅。嗯

呢場馬桶戰爭咧，重新喺烏克蘭上演啊，泽连斯基亦都唔止一次喺公開場合就話過去，俄羅斯人話自己最話自己最大嘅夢想就係咧啊，睇住呢個巴黎係死去嘅。 咁而家佢哋最大嘅夢想咧，就係想偷馬桶，之後就死去啦咁樣講喎，啊、這、呢個都幾搞笑嚇。咁除咗馬桶之外咧，歐盟亦都限制對俄羅斯出口相關嘅衛生設備，包括係呢個水箱咧，同埋係啊呢個坐浴盆都有。嗯，哦係咪普京好中意啊啊叫做誒係呢個係嚇、啊、桑拿浴、就是、啊，坐浴即係嗰啲叫咩啊？日 bath tub。 系嘛？可以咁讲啦。啊 <是的 S 1>，咁而英国咧虽然已经脱欧，但系亦都系跟进呢项诶、呃、叫做政策嘅，甚至咧要加码，连所有嘅陶瓷卫浴设备都可以出口到俄罗斯嘅，一切都唔俾佢出口啦。啊，咁、嗯、其实诶，但系你唔知道呢啲嘢，中国系最擅长咩？呢啲产品其实会变相亦都益咗中国啊。都系<是>嘅，<呢>不过就远啲吓、啊。你知道佛山啊嗰啲洁具嗰啲嘢咧？

同步先得噶嘛？喂，啱啱先講唔係好高科技嘅嘢啫喎，馬桶啫喎，大佬。係咯<了>，講到咁誇張，係咯、哦這個，我都覺得講得太誇張啦啩。咁究竟啊，而家啲制裁係咪有效咧？咁啊，西方之前就話冇效，而家又好似話有效咯，唔係咁有效成效啦。咁其實就係、這個、啊，之前呢個啊紐約時報亦都話好似唔係好掂啊。不過咁，美國官員就開始話唔係啦。 而家我哋睇到啦吓，我哋每个国家制出嘅制裁手段咧，已经啊吓系开始慢慢见到成效啦。咁但系有几晚先嗱，咁美国嘅高级官员咧就话咧喺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限制之下，莫斯科当局用嚟系制造或者系维护呢个军备嘅材料咧嘅供应相当紧张。但系之前唔系叫印度攞咩？印度可能帮到手喎。 嗱，咁美国同其他三十七个国家咧，喺过去一年对俄罗斯实施前所未有嘅制裁，其实系好劲嘅，嗰啲嗰啲项目系多过伊朗同埋系朝鲜，因为呢两个国家制裁咗几十年啊嘛，所以而家搞咗咁多轮制裁之后啊，制无可制啦，系马桶搞搞呢啲咯，马桶咯，下下一轮可能系牙刷啊、牙膏啊、水杯咯、啊，嗱 <laughs>，咁佢亦都话咧吓。 我哋係回應緊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並且咧未來有更加多嘅手段醖釀之中。但係連馬桶你都出埋咯，吓原子此類推啫，係咪？即、就、係、是、牙刷啊、牙膏咯、啊、水杯咯、啊，<的>会运到係。Nike Ad、Adidas 都唔得啊！嗱，咁美國商務部主管出口管制嘅啊高級官員叫 Alan。 a s b i s 咁佢就话咧，俄罗斯而家谂住系用尽力咁规避我哋呢啲制裁，但系你透过灰色地带得到嘅货物咧，系冇办法取代所有补给物品噶。咁并且话咧，随住时间嘅推移，规避嘅方法咧就冇令冇办法令到佢哋达到重组军队所需嘅规模。以晶片啊，其实晶片就真系有啲用嘅。啊，以晶片为例啦，俄罗斯嘅晶片咧嘅进口下降咗百分之七十噶啦。 并且大型嘅呢個貨品咧，更加難以以灰色嘅渠道進口嘅。咁佢亦都話，對俄羅斯嘅出口管制同埋金融制裁咧，會隨住時間推移發揮作用，又唔可以立即見效嘅。咁我哋都講過，可能係要幾年時間啊。咁最後佢亦都話咧普京嘅呢個啊成個戰爭嘅工具咧，就會被削弱嘅，即係指啲軍備啦。 随住我哋向乌克兰提供更加多嘅军备，佢哋嘅军事能力咧系指乌克兰啊军事能力逐步提高，而俄罗斯嘅军事能力咧逐步下降，此消彼长咧。不过要等几耐就冇讲啊佢啊啊此消彼长之下咧，咁啊应该会赢得呢场战争。咁另外咧，其实咧仲有乜嘢制裁咧就是、能源啦。嗱咁西方就话啦吓，呢、啊這个对俄罗斯制裁咧各种措施而家咧产生紧。 預期效果其實呢句話唔啱嘅，預期效果係唔會咁耐先出。當時你諗到好快嘅嘛？咁亦話雖然呢啊近幾個月俄羅斯嘅石油產量同埋出口量係出人意料咁樣強勁，其實唔係出人意料喎。其實之前西方好多專家都覺得係會咁，因為始終缺咗嘛。嗱，咁我哋睇翻啦俄羅斯嘅石油產量呢，同出口對西方制裁表現出咧呢、这個係強勁嘅硬性嘅。 咁主要系因为咧，莫斯科已经将运到欧盟嘅大部分能源转向亚洲。嗱，咁虽然呢个西方制裁包括系对呢个俄罗斯石油销售价格设置上限啦，以及欧盟对俄罗斯石油进口嘅禁令，但系咧啊，都系旧年十月生效嘅。咁俄罗斯都几讽刺啊，石油出口咧喺一月份仲增加咗三十万桶每日，系达到二八百二十万桶每日嘅呢个新高。

西方就话为咗令到俄罗斯石油继续系流向市场，同时亦都减少俄罗斯嘅收入。虽然俄罗斯石油收入咧依然系流入啊，诶流入佢哋嘅库房当中，但系咧诶收入系咪下降咗啲咧？其实系嘅，吓、啊，其实系下降嘅。咁一月份咧下降得都几犀利嘅。一月份咧俄罗斯石油嘅收入咧系大概一百三十亿美金，比旧年同期下降咗百分之卅六。咁俄罗斯嚟自石油行业嘅。 預計收入咧就下降百分之四十八，所以咧啊咁，但係之後會唔會有其他？因為佢之前又話減增產，後嚟又話減產啊，減產之下會唔會價格會升翻上去咧？咁啊，當然，俄羅斯拉烏爾原油嘅價格同國際基準布蘭特原油之間嘅差距都幾大下，嚇都幾大下。咁、啊、拉烏爾原油咧，一月份平均價格就係每桶四十九點四八美金，而布蘭特原油咧，因為我哋都要用布蘭特原油。 啊，个、那個基準啊，嚇、那，個基準啊，但西方係睇呢個基準啊嘛。啊，我我指我哋用呢個基準去睇咧，就八十五蚊美金。咁當然，俄羅斯咧預算咧就係基於呢個拉烏爾原油咧係十七十點一蚊美金每桶啊。咁而家咧佢哋係咪用其他方法去拉翻嗰個啊？誒、那個價錢咧，可能會喎。啊，你知道啊？如果嗱、啊、有個地方就好重要，就是、沙地阿拉伯啦。如果佢哋話再一次減產咧，咁其實俄羅斯拉翻高呢個價唔係難事喎。 唔好啊，大佬，真係你减係我好嬌大鑊啊，我哋都好大鑊。唉、啊，啲、哎、通脹又嚟啦。咁為咗應對歐美進一步制裁，其實俄羅斯咧上星期已經係真係宣布咗減產啦。不過三月一號開始，每日就係、是、啊減五十萬桶每日啦吓、啊，就為咗反制呢、这個，亦都係反制西方嘅一個措施啦。咁俄羅斯分管能源嘅副總理啊，諾瓦克咧，咁今個星期亦都話俄羅斯咧喺二零二三年將 百分之八十以上嘅原油同埋百分之七十五嘅石油產品咧，係轉向友好國家，咁就唔會去西方啦吓，咁當然吓，俄羅斯嘅舉措咧，其實咧亦都睇到咧，佢嘅減產咧，其實或許唔係報復，但係點樣都好啦。佢一宣布減產咧，個石油價格係升咗百分之四嘅。的嗯啊，咁當然啦吓，咁之後又回落翻少少，但係都係誒、呃，如果再減的話點樣咧？係咪先？其實佢哋就諗住通過減產咧係。是

Again.